天想了解一下我们德生家居近期的生产还有供应。你干嘛去？过来。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姚董的秘书麦小姐，这是我的儿子辛家亮。家亮，你们认识？啊，这是我女朋友。辛总，您慢走。姚总说改天登门拜访，向您表达歉意。可以，那我恭候。辛总慢走。爸，你先下。再见。王欢，王欢，你先别生气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其实我爸就是开了一个普通的公司，他当了一个普通的小老板，我没了。辛家亮，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昨天是我们三周年的纪念日。在这1000多个日子里，你的人设是一个沪漂家居设计师，你的父母在老家临近退休，乞丐。我想问一下，这里面哪个设定是真的？你说你吃不惯上海菜，我就学着你老家的菜给你做着吃，你看上了哪双鞋，我就熬夜攒钱给你买。你说公司要优化你，我给你做方案，跟述职总结，我帮你面试彩排，让同学内推你，因为你的前途我整晚睡不着觉。结果你现在告诉我，你是一个不用努力的富二代。辛家亮，你把我当傻子是吧？没有。你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你是不是特别的开心？黄欢，这件事情我真的是错了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有了那么一点点隐瞒。但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错误，我就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坦白，但我害怕我说了你生气。你以后也不用告诉我了，因为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再信了。别，下面这句话你一定得信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我发誓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这样，你先好好上班，等晚上去家里吃饭的时候，我好好的跟你认错，我好好的跟你解。你晚上不用来了，因为我现在不想见到你。黄欢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啊。那个辛家亮呢？家亮他今天要加班，所以来不了了。哦，这个是他给你们买的，让我给带回来，放这儿了啊。看到没有，我说这个人靠不住吧，要他负责任了，吓得跳黄浦江去。哎呀，人家加班也是没办法的事儿。哎，你不是说年轻人要有上进心吗？这个经常加班的人肯定有上进心的。那行，你问问他，他到底加的什么班，为什么偏偏在今天加班，这不明摆着耍我们吗？哎呀，行了，他不来我们自己吃嘛。你就知道吃，你知道这里面说明什么问题吗？侬懂啥？什么好了，你是何事了？他明摆着这样的事情，让你……我跟你们说实话吧，他没有加班，是不是我们两个吵架了，所以他不来了？吵架了？嗯。那严不严重啊？没什么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吵得好，狠狠的吵，吵得越凶越好，吵上了算了。正合适，你看，通过吃饭这件事情，他原形毕露了吧？你喜欢他什么啊？又没钱，又没房，你到底喜欢他什么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少说两句了，什么情况都不了解，怎么动不动就让女儿分手呢？分，必须得分，我看透了，太离
拎不清了，自己条件那么差，还这个样子。我女儿白白让她耽误三年时间，三年呢，这么大的孩子耽误得起吗？哎呦，真是的，我不能想，我一想我都气得不行，我心脏就不舒服。好好好好好，来，别生气，别生气。妈妈，啊，其实，我错了。谁在吵？秦佳亮，你干嘛呢？欢欢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我向你坦白，我们家经营的是家居公司，价值上亿吧。我住在翠湖的别墅区，市区有四套房，老家还有五套。秦佳亮，你别喊了，还上亿，还上市呢。阿姨好，叔叔好，阿姨，上市是很困难的，您的这个要求我会和我爸提的，我们两个会一起努力，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。真的假的？肯定是假的呀，欢欢，他是骗你的。我在上网的时候啊，我看见过了，这叫杀猪盘，凤凰男装有钱人骗本地女孩的户口。欢欢，我骗了你，我混蛋。你看你看，听到没有？他在骗你，听到没有？妈妈，他是骗了我，不是，但他骗的不是我这个呀。逃啊，你这个小子啊，你敢骗到我刘婉瑜头上来了，你活腻了是吧？你给我等着。哎，不是妈妈，妈妈，哎呀，妈妈，他说的是真的，真的，什么真的？他刚刚说的全都是真的。真的富二代，他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就没有几句实话。之前跟我说，车是借的，找工作很难，结果都是骗我的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，他这个人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啊，欢欢，可是你别傻，你得听他的重点。重点就是这三年他都在骗我呀。如果今天我没有在公司碰到他，我还被蒙在鼓里呢。妈妈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现在就下去跟他说清楚。哎，欢欢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今天就他以前骗你肯定是有原因的。对，他现在不是要道歉了吗？对吧？你，哎呦，孩子，婚姻大事啊，有慎重，慎重再慎重，是吧？慎重。不是妈妈，等一下啊！你，哎，真的？秦天亮，你能不能别嚎了？你现在是在扰民，你赶紧给我走！哎，别听他的，不用走，不用走。哎呀，欢欢，你听妈妈说，你看他多有诚意啊，这么多人围着他，根本不在乎，那说明什么呀？哎呀，我今天看他怎么越来越顺眼了，你看他，哎，高高大大的，眉清目秀的，你。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关键是你要听他原因，他在解释的原因原因。我对你说了谎，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闭嘴。妈妈啊，他之前一直在给我装穷，他让我帮他充游戏卡，垫付贷款，他一直都在骗我。哎，等等，他那么有钱，让你帮他还贷款？对。那他后来还你了吗？还倒是还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不是妈妈，你搞清楚好吧？他为什么骗我？他是在防着我看上他们家的钱呢。哦，哎呀，不管怎么说，今天先把他叫上来，一个人在哇啦哇啦在下面，影响不好的。佳亮，佳亮，上来！阿姨帮你，今天谁都不许理他，谁要是理他，我就跟谁翻脸。欢欢，欢欢，我来跟他说。好了好了，干什么？